我叫许群东，今年67岁，我的职位就是一个厨师嚟噶。我叫做洪翠斋，今年66，就知道做护理员。我叫周润坤，今年就69岁，我而家做紧外判嘅清洁工。我叫黄月娴，66岁噶啦，我做咗一年麦难民，咁就开始执纸皮嘅生涯啦。我叫做 Piano， 咁我系50家，都喺一啲志愿机构里面咧做朋辈导师啦。我就叫做黄恒波，咁就系今年68岁，而家咧我就系一个兼职嘅的士司机。呢份工之前就係做喺食環處做嘅，即係話食物環境衞生署做。因為政府規定咧，就退休年齡係60，但我達到60嘅話咧，就想話要再留職都唔得啦。嗱，咁我因為我一個較為活躍啊，我每日都會跑步啊，同埋每個星期都會行山嘅，咁所以我就走去讀咗一個叫做導遊啦，一個就領隊啦。咁但係可能由於年紀嘅問題啦，咁曾經就去試過見工，但係就冇回音。的士司機嗰個工作時間係較為彈性，我有能力有精神，咁我可以出去再做嘢。咁點解會咁？自己我係可以喺工作裏邊係繼續學習噶嘛？點解會咁咧？因為有咗工作嘅話咧，就可以暫時將屋企嘅煩惱事推開咗嘛。但而喺工作裏邊咧，亦都係會學，即係會有啲樂趣嘅。我20多歲就喺大陸出嚟香港，就初初咧都係喺酒樓做下做下，1年半載咧，我就想辦法出咗去行船啦。翻咗嚟香港之後咧，我就係喺酒樓嗰度做，到沙士嘅年代啊，酒樓行業啊好多都執笠冇得撈。當時我已經50出頭噶啦，所以咧，我就立志去揾嗰啲宴社啊、嗰啲飯堂啊、老人院啊，咁呢啲咁嘅廚房工作嚟做啦。所以我一做就做到67年，一直做到60歲退休。60歲出咗嚟，你人冇乜點啊，身體相當好啊，就做乜嘢都得啊。冇可能就咁游手好閒唔做嘢啊！自己環境又唔係十分好，一世都係打工仔係嘛？咁你香港嘅社會福利又唔係咁好，完全冇退休制度嘅。因為你喺2000年先開始做強積金，你嗰時都已經成50歲人啦。你做得10年8年強積金，你有幾多錢俾你啊？你點可以安享晚年啊？係冇可能嘅。所以我立意喺度做。就一做就做到六七年咁多啦，直做到而家将近70歲。未退休之前就做食環處嗰啲，以前係市政嘅，咁我嗰啲做咗10年，佢就話60歲唔可以再做落去啦，就嗌我。嗌我真係走咯！嗱，以前嚟講咧，就10000幾嘅啫。啊，而家咧做多外判咧就有6000幾，6000幾咧就要做2份啦，1份唔夠啦，實在係唔夠開支。我而家咧做2份嚟講咧，吃力咗，辛苦咗，辛苦過以前1份，又冇辦法咯，都要係咁樣捱落去噶啦。就算係有頭暈身痕啊發。呢個感冒啊嗰啲咧，都照捱嘅咯，因為想揾賺多啲。陳辦所咧就冇病假嘅，佢就要5日先有嘅。佢一直要寫5日咧，然後話至有薪假期先俾我嘅。寫1兩日咧，完全係冇效冇用嘅。即係佢有啲市民人嚟講咧，我哋拖住嘅垃圾車嚟講咧，就係咁樣擺手臭嘅啦嘛。如果我攞嗰啲綜援，真係掉我嘅鹽水。我都唔夠開支，我攞嚟做乜嘢啊？我家下大
亞洲條件攞我嘅生果金噶咯。但係呢3000多蚊，我仲未嘢用啊！我寧願自己捧命出捱，辛苦痛苦都唔怕出捱，賺得多過佢一份人工多過佢生果金。呢度老人院咧，好似一家人呢個大家庭呢個咁樣。不過初初做嘅時候咧，都好辛苦嘅。我就自己有信心啦，做落去咯，即係俾心機照做好啲。嗱，對每一個老人家都要關心佢，幫佢照顧佢，即係咁樣咯。初初我入咗嚟是做嘢嘅助理嘅，助理工作嘅，每日都是打理工又係衞生啊，咩事嘅，樣樣都做嘅。一交後有咩做到老細睇著你做得幾好嘅，就提升你去做護理，即係屬於而家咧退咗休，即係屬於自僱人士嘅。不過是冇嗰啲唔使工嗰啲強積金，冇強積金咁樣嘅咯。呢個其他嘢咧，全部都一模一樣嘅，人工吉嘢又有一樣嘅。你嗰啲休息嘅假期又係一樣，跟以前一模一樣。即係只要你克服啊，克服之呢個冇怕污糟，急冇怕低嘢嘅。我做唔到嚟啊，一定要有個信心作落去，就會做得好咯。資本工遞過嚟嘅好滿足嘅，好有信心，加好要繼續努力做落去，為嘢嘅老人要服務。我由第一日執紙皮到而家，我個宗旨第一都係環保。我以前咧係公務員嚟嘅，即係喺醫院嗰度做啊，最低級嗰啲啦。咁啊退咗休，咁啊做慣嘢啦，咁咧就想揾啲嘢做咯。咁我以前啊派傳單，後屘傳單嗰度執咗粒，咁我就開始自己執紙皮嘅生涯咯。初初執嗰時好辛苦啊！我話紙皮又多咗，咁啊又有人偷，咁我咪要喺啲紙皮嗰度喺個紙皮嘅範圍嗰度瞓，睺又即係睇順便睇住咯。但係我唔係好有張牀咁喺度瞓噶，我係坐喺度瞓噶咋，所以坐到條腰而家都有問題噶。我早嗰輪入個醫院咧，食環署嗰日晏晝咧又充公曬我啲嘢，充公我啲紙盒，攞埋我手機錢。身份證乜都冇曬，最唔開心咧就有啲經過咧當我哋係執垃圾嘅咯，有時就抌啲垃圾落我啲紙盒度啊，或者明明有個紙盒啊，咁咧佢就吐多口水痰喺度啊，有啲真係歧視我哋噶啦，你執垃圾嘅啫嘛，咁樣咯。我都想揾嘢做嘅，但係唔請嘅啦，人哋係啊，最幫咪就係申請綜援咯，但係我真係唔想啊嘛，所以最希望他哋政府承認我哋呢啲拾荒者咯，嗱，唔好當我哋過街老鼠咁樣趕。我之前就參加了一個彭貝導師的課程，其中有一部分就需要做一個實習的，我就設計了一個課程，就是關於手沖咖啡。開頭我是想做一個社企的咖啡店的，當我覺得要做一件事的時候，我需要對那個行業由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開始，所以我就先讀了咖啡師的課程先，嘗試落地去找工作。我最長的職業是一個產品設計師，其實是有困難的，特別是當你做一個原本叫做一個專業的工作的時候，突然間你去轉一般認為是一個勞動的工作的時候，你身邊的朋友他們突然間會覺得為什麼你走去做水吧。我想在個過程裡面最難的是人哋俾唔俾機會你去試啦，唔係你想試就一定有機會去試噶嘛。但係即係我自己工作嘅目的唔係純粹為咗金錢嘅回報嘛。咁我係需要
一些實際的經驗，去幫我達成將來做社企的個理想。我想我性格，我未必會停下來。我想請問你們政府呢，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啦，可以幫下現在香港，你而家香港政府好好聲聲都話鼓勵啲長者再就業，但係你喺高齡津貼呢啲政策，你高齡打擊佢啊？